国防生和军校生的区别。军队是很多男生和女生的梦想，所以在报考时，有不少的同学会选择考国防生或者是军校。那么国防生和军校生的区别是什么呢？首先是身份待遇不同。军校学员经复查合格者，即取得学籍和军籍，享受部队供给制学员待遇。国防生在校学习期间不能办理入伍手续，在校期间可享受军队提供的国防奖学金。其次是学习环境不同，军校生只能在军队院校学习，而国防生可在录取自己的高校，包括北大、清华等名校学习。最后是管理方式不同，军校生接受完整的军政训练，由军队直接管理，而国防生仅接受必要的军政训练课程，接受所在高校和军队驻校选培办双重管理。